我校长爷爷给跳了只孔雀舞，把它连成句子。校长爷爷给我跳了支孔雀舞。面子那么大呀？校长爷爷还给你跳支孔雀舞了？不对。我爷爷给校长跳了支孔雀舞。你爷爷都快70了，你问一下他能跳得动吗？是我给校长爷爷跳了支孔雀舞。抱抱，我不会跳孔雀舞。我是假如，假如我也不会。我是打比方。比方是我同学，你打他干什么？啊，行行，都你同学啊，你同学，我说不过你。第二题，我阿姨朋友爸爸的事，连成句子。朋友，我爸爸是阿姨的。你爸爸能是阿姨的吗？哪个阿姨的？让你妈听到啊！今天晚上又有榴莲吃了，好好想清楚再说。朋友，阿姨是我爸爸的，阿姨是我爸爸的。